要买了，不要买了，不要。我们是属于。后面你拿，我在做棉花糖，老板直接拿。那你给我偏拿一层。老板拿来就是了，对。弄小仙人，你到大楼跑不上，带的装不进去，就那个。对。哪里呀？就上那个阿姨买就可以了。嗯，这里是普龙。几块？十块钱。看棉花糖。啊？两个呢？2.20嘛，套一个棉花糖。只说棉花糖，你放心吃。哎，我送。我送的。我送的，我送的。小麦糖，你放心。那个小宝，选一个。来，让我拍一下。嗯，那你成功了。再选一个猴子，10块啊。这个棉花糖要不要？过来了。猴子是哪一个？猴子没有，你自然拿这了，猴子不粘。猴子不粘，没做。正好小兔的小卡的人，我们都可以嘛，看看啊。那要不然吃棉花糖吧。来，老板，给我拿过来。哎呀，棉花糖多少钱？棉花糖也成了，那就10块。拿个棉花是吧？啊，我糖了，你来。来个棉花糖吧，好不好？哇！我妈，你们两个糖，拿了2个糖，拿4个糖了，我的妈呀！小亮都累死了啦！买两个糖，拿了2个糖，你想想。对，这个。你们给棉花糖？要不要棉花糖了？不要了吧，四人吃的了。